陕西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战争的导火索究竟是什么？希特勒又为何会对犹太人如此仇恨？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战争中的启示与实录。在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时，人民解放军装甲兵部队中涌现了不少红军卓著的战斗英雄，这其中就包括了驾驶917改装战车工程号，在平津战役中立下无数战功的董来福，以及在朝鲜战场上击毁敌军五辆坦克荣获一等功臣称号的杨阿如等等。而在建国初期，由于没有自主的坦克生产线，解放军的装甲兵建设都是依靠当时的老大哥苏联来进行的。除了老旧的日械装备外，苏线无疑成为了建国后解放军装甲兵的重流砥柱。人民解放军第一代装甲英雄工程号的董来福上，及215号 T-3485 车长杨阿如车组下。然而有些资料宣称，解放军在建国初期时也曾有装备过部分 T-3476 中型坦克，并且一直将其沿用到50年代中期才逐步向 T-3485 所更换。而后者在当时的中国有一个并不是官方的称呼，58式坦克。那么1943年起开始减产的 T-3476 到底有无进入到解放军的装甲序列中呢？两张位于俄莫斯科 OMSK-174 坦克工厂生产的 T-34 彩绘，他们都使用了解放军早期的迷彩涂装样式。著名网游坦克世界中，中系坦克树中出现的 T-34 中型坦克，支16毫米炮的 T-34 在本质上与85毫米炮的 T-34 除了火炮上的区别外，两者并无太大的区别。而在二战结束后，这两款坦克都或多或少地进入到了华约国家，诸如越南、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当中。看样子解放军能接收到 T-3476 似乎也是情有可原。但根据笔者手头上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一由坦克世界所提出的说法明显受到了很大挑战。一位名叫马丁安德鲁 Martin Andrew 的解放军战史研究者估计，在1950至1954年间，中方总共接收了1837辆 T-3485、82辆 JS-2、40辆 IS-U-1267 辆、IS-U-152.99 辆、SU-1100 以及704辆 SU-76。另外还有89辆特种装甲车辆，注入工兵、炮兵用坦克等等，大多数是 T-34 坦克底盘。而从另一位作者张志伟《中国人民解放军坦克兵全史 1945-1949》作者则提出，截至1955年，总计有1964辆 T-3485 在役。而安德鲁博士则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解放军接收过 T-3476， 更不用提使用。位于辽宁丹东抗美援朝博物馆中的这辆 T-34， 从造型上看很像是苏方于哈尔科夫 Kharkov 的183坦克工厂所生产的型号。根据脸书上著名的 T-34 坦克爱好组 T-34INTERESTGOVOP 中的大神考证，这辆 T-34 的炮塔实际上是由博物馆铸造的一门 F-34 型76毫米坦克炮，而非原厂货。但上图中出现的 SU-1100 型自行火炮确实在中方装甲兵序列中服役过。此时会有人提出，那会不会是中方在购买到 T-3476 后对其实施改造，重新组装上85毫米炮塔所使用呢？对此笔者所得到的资料显示，在解放军装甲兵序列中经过改造重新入列的坦克只有 T-3485 顶，而改造后的58式这个名称似乎也存在很大争议。除了在指挥塔与防空武备上与前者有所区别外，基本无善。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在游戏中
所谓的 T-34 中型坦克甚至可以安装57毫米的 557F 直行火炮。根据资料显示，解放军中所装备的57毫米炮只有曾经在 LVTA 副四型两栖运输车上的 ZIS 二型火炮。虽然苏方曾将 ZIS 二型火炮改良为 ZIS 四型装备在 T-34 上，但是该设计早就于1943年时作废。所以这款借鉴了苏联的 ZIS 四型火炮的参照货也是假的。陈列于北京军事博物馆中的58式中型坦克上与 T-34 T 型装甲回收车下。事实上在官方记录中 ,58 式这个称呼也存在很大争议。因为迄今为止所有所谓的58式坦克在标牌时统一称呼为 T-34-85。而关于 T-34-76 在解放军中服役的记录以及中苏双方交货的记录仍旧牵扯不清。事实上有军事爱好者表明，苏军曾向中方交付过一批 T-34-76 点，以此来换取部分 T-34-85 的差额，这也是没有实际材料为证的。作为第一代坦克 T-34-85 可谓是为日后的解放军装甲兵打下了结实的教学基础。时至今日，国内各地的小公园、军事博物馆中都会有它的身影。而关于 T-34-76 究竟有无在解放军内服役的记录，只能等待更多官方档案的揭幕了。参考资料 Tank Encyclopedia Tipitap 35 Fake Tanks 20 Mao THEOPARATIONALHLSTOOYOFTHEPLOPLASLIBERATIONARNY 澳洲邦德大学的马丁安德鲁博士撰写，刊登于2008年的人文社科杂志 THATANKDIVISILONFTHCHINESIANESAPLOPLASLIBERATIONARNY1959519 张志伟所传 Facebook T34INTERESTGROUP 本文细烽火战争录原创内容，主编北部湾，作者北部湾，任何媒体或者公众号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追究法律责任。